昆虫宴开吃了，先来只大蜈蚣。蝎子、大木花，想了解更多昆虫美食的老铁，给我点个双击加关注，咱们马上直播。老铁们，昆虫宴，大蜘蛛、大蜈蚣、蚂蚱、大木花、蝎子，来吧，正在直播，带你们认识更多的可食用昆虫。老铁们看这个大蜈蚣，一个腿比较多的生物啊，炸一个。大家不用害怕，这个是中药材，可食用的，咱们下了视频开吃。今天咱们来炸个雨林蝎，这个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蝎子，开炸。喜欢看炸虫子的老铁，不要也给我来个双击加关注，咱们下了视频开吃。炸蜈蚣出锅了，撒上调料。大家不用害怕，这个是中药材，可食用的。老铁们看这个肉嘟嘟的虫子，它叫豆虫，也叫糖宝，高蛋白的。没吃过老铁给我来个双击加关注，咱们今晚9:30准时直播，现场制作这道美食。昆虫宴，先来只大蜈蚣。木花、蝎子、蚕蛹，正在直播，来吧，老铁们，带你们认识更多的可食用昆虫。昆虫宴开吃，大木花、大蚕蛹、蝎子。大蜈蚣，想了解更多昆虫美食的老铁，给我来个双击加关注，正在直播，来吧。